如果你有注意到 Corum 的标志的话，你会发现到，其实它是一把指向天空的钥匙。这把钥匙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要啊，它就是表示了有关的品牌非常了解神秘的事物，并可以揭开一些未知的谜团。除此之外呢，这把钥匙呢，更代表了完全可以掌控时间奥妙所需要的创造力、创意以及勇敢的精神。那么在今年2018年的巴塞尔。 Corum 又有什么创意给我们呢？ 备受关注的系列，那就是 Hobo Coin 系列了，因为呢，他们特别邀请到来自俄罗斯非常有名的雕刻师，然后在银币上呢雕出三款不一样骷髅头造型的银币手表。那这个手表对我来说，它并不是看时间的一个手表，它却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艺术品。 系列除了保留原有的设计之外呢，在这一次它更加上了 PVD 黑色涂层，让整个的造型看起来呢更年轻化，以及更有动感的。除此之外呢，它更推出了四种不同的颜色，比如说有靛蓝色、浅蓝色、黄色以及红色，让顾客呢有更多的选择。 接下来呢 ，Golden Bridge Diamonds 特别以圆形表壳呈现着镂空精巧设计。更加有趣的是呢 ，Corum 选用了五种宝石，每一颗宝石则是以泪滴的造型切割呈现，设置在镂空表盘上。宝石也像是一片一片的花瓣，闪亮的光泽呢，绽放出独特迷人的视觉效果。 Corum 一直以来都是被认同打破传统以及创意十足的品牌，在这一次所推出的款式当中，它除了保留了原有艺术的风格之外呢，还更注入了一些年轻化以及动感的设计在里头。 很多人都说把这三个不同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，但是 Corum 却做得到了。